这对夫妻突然被告知，自己养了六年的孩子竟然不是自己的，而这一切全是因为当年护士的嫉妒心，因为自己过得不幸，就故意把穷富两家的孩子交换了。他这一举动无疑是给两家人都带来了痛苦。在此之前，良多一家三口一直都很幸福，住在高档的小区，儿子庆多拥有最好的教育环境，也会各种各样的才艺。良多平时工作繁忙，家里的事务都被妻子打理的井井有条。但突然有一天，良多被医院告知。 庆多可能不是他们的亲生儿子，是当年的护士报错了。良多和妻子带着儿子去做亲子鉴定，结果显示三人真的没有血缘关系。一气之下，良多将医院告上了法院。法庭上，当年报错的护士说自己就是故意的，因为自己从小过得贫苦，见不得富人家的孩子，所以心生歹念，将两个孩子交换了。当务之急，良多只想赶紧找回自己的亲生儿子。在医院的帮助下，双方父母见了面，看到身着寒酸的熊大，良多心都凉了。 自己儿子肯定吃了很多苦，双方拿出孩子的照片让对方看，结果熊大拿来的照片模糊不清，梁多夫妻俩根本就看不清孩子的样子。医院建议双方尽快将孩子交换回来，这样对两个的孩子的成长也有好处。但毕竟是相处了六年的人，怎么可能说换就换呢？于是两家人就商量着约个时间见一下孩子，先慢慢相处看看。同事得知梁多的事后，给他出了个馊主意：反正你那么有钱，那就把两个孩子都争取过来。 梁多觉得这是个非常好的办法，很快就到了两个孩子见面的日子，这才发现熊大家居然有三个孩子，这让梁多更加觉得，就算熊大少一个孩子也不会介意。相对庆多的乖巧懂事而言，亲生儿子刘晴就显得毫无规矩。他喝饮料喜欢把吸管嚼在嘴里，而这些都是跟熊大学的。梁多很无奈，自己的孩子绝对不能待在这样的家庭，不然会有一身的臭毛病。相对梁多的严厉要求，熊大就显得和蔼可亲多了。他很快就跟孩子们打成了一片。 这让一旁的妻子们露出了欣慰的笑容。离开时，妻子还意犹未尽。良多提醒妻子不要跟他们走得太近，因为他们还有一场战争要打。男孩的入学典礼上竟然出现了两个父亲，只因为六年前护士的一个故意之举，让两个家庭的孩子交换了人生。良多想要回自己的亲生儿子，可庆多毕竟跟自己生活了六年，多少有点舍不得。他找到他的律师朋友，问他有没有办法让两个孩子都归自己。朋友说这在法律上是不允许的，两家人只好先商量着。 每个周末都让孩子到对方家里生活，先提前适应。很快，庆多就被送到了熊大家，而刘晴也被接走了。从小就生活优越的庆多来到新家有点格格不入。亲生父亲熊大开了一家杂货店，他总是会客人有说有笑，还会热情的跟庆多打招呼。新妈妈虽然看着很凶，但还是会逗庆多开心。这个家狭小又拥挤，一家人挤在桌子上吃饭，如果不快点吃，饭就要被抢完了。 而梁多一家三口正在吃着牛肉，梁多看刘晴拿筷子的方式不对，还很严格的纠正他的错误，就连洗澡也不忘练习。熊大很会修理东西，他帮孩子们修好了遥控汽车，这让庆多很开心。而刘晴在家就很无聊，父亲一直在忙工作，没时间陪他玩，他一直趴在阳台往外望，还不停的问妈妈几点了。时间一到，他就迫不及待的回家了，但庆多却有点念念不舍的。回到家的庆多拿着坏了的玩具，问什么时候才可以再去刘晴家。 这让梁多心里很不是滋味。很快又到了两家人出去玩的日子，熊大一直在陪孩子们玩，梁多只是坐在一旁看着。熊大劝他多陪陪孩子，不要把时间都放在工作上。自己这段日子陪伴梁多的时间，比他过去都还要多了。工作是没他不行，但父亲也是无可取代的工作。两家人玩了一整天，熊大和妻子打趣说孩子太多忙不过来。梁多趁机提出把两个孩子都让给自己，他会给他们补偿的。梁多以为爱钱的熊大会同意。 没想到他很生气的拒绝了他妻子，赶紧出来打圆场。父亲得知良多的事后，严厉要求良多将亲生儿子换回来，不能让自家的血缘流浪在外。父亲的话，良多从来都没有权利拒绝。为了不让以后更加痛苦，良多还是决定早点换回孩子。第二天，良多将儿子带到了公园玩，他想把相机送给庆多当礼物，但是庆多拒绝了，他只是给父亲拍了一张照片。晚上，夫妻俩一直叮嘱庆多到了新家要听话，对孩子做了最后的告别。 即使再不舍，也有分别的一天。养育了六年的儿子却不是自己的，只因为当年护士的嫉妒之心，就让两个家庭一辈子都活在伤痛之中。但为了孩子的成长，双方家长还是决定交换回自己的孩子，交换回孩子的梁多，给刘晴定了很多规矩，不准咬吸管，每天都要背英语单词，还要求他要喊自己爸爸。年幼的刘晴不知道原因，他只知道自己的爸爸不是他，他一直问梁多为什么，但梁多却说不出口。调皮的刘晴在镜子上画上图案。 宣泄自己的不满。第二天，他又在纸上画满了小人，写了骂良多的话。他也不会好好练琴。面对良多的严厉，他也选择视而不见。良多更不会帮他修好小汽车，这让他越来越思念以前的家。这天，他再也忍不住了。趁着睡午觉的时间，他一个人偷偷的跑出了家，跟着人群混进了车站。等良多他们找来的时候，他已经回到了熊大家。庆多一听到父亲的声音，就赶紧躲进了衣柜里。他害怕父亲再把他带回去。他已经喜欢上了现在的家庭。 回到家的良多想了很多。其实现在的他全是受父亲的影响。他从小父母离异，缺失母爱的他，也缺少了童年。父亲的严格要求也让他的生活越来越循规蹈矩。但他不希望自己的孩子也跟自己一样。他开始陪着刘晴玩耍。他们在阳台上模拟钓鱼，在家里搭起了帐篷。他们跟刘晴相处的越来越好。但这也让妻子心生愧疚，因为他们以前从来没有这样陪过庆多。良多拿出相机，翻看庆多以前的照片，却看到了他偷拍的自己。 有自己工作的背影，翘起的脚丫，还有自己睡着的样子，这才让梁多意识到自己以前忽视了孩子太多。他们来到熊大家，他想跟庆多道个歉，但是庆多一看到他就逃走了。梁多默默的跟在孩子的身后，他在路的尽头拦住了孩子，孩子已经长到他的腰间了。这一刻，他也终于明白了做父亲的意义。虽然相处了六年的他们没有血缘关系，但比血缘更重要的是养育的情感。父母很多时候会把孩子当做自己生命或者梦想的延续。 这无形是对孩子的压力，这过多的期望本就是不应该的。